对呀，还有 Rain， 男女吗？应该是吧。嗨 ，Hello， 逸晨。Hello QK 男子 ，Hello 禁过夜问 ，Hello。吃了，今天妈咪煮冬粉 ，Hello 香菇。晚安呀，大家晚安，谢谢妮妮送的香蕉跟草莓。Hello 新鲜柠檬 ，Hello 七儿，谢谢奶奶。晚安 ，Hello Hello， 谢谢新鲜柠檬送的猫铃铛，谢谢。我被眼神杀死，杀死，杀死。这只蛋好酸，谢谢。谢谢，我今天那个他在那里留言，谢谢大家，我的眼神照很帅，然后也谢谢，谢谢大家，尤其最后一张，我觉得第一张也还不错啊，是那种凌乱的感觉，夜市懂吗？塔瓦哥等下就说夜市照很帅，谢谢。每个人进来一定都要先讲这个，谢谢大家。嗨，小温热，破音了啦。Hello， 塔瓦哥。望眼欲穿，等不到你的晚安。盖住眼睛，中间都瞬间爆炸，哎，不是这样的吗？原来是中二的部分，是不是 ？Hello 瑶 ，Hello 阿米 ，Hello 吴若 ，Hello， 谢谢阿米送玫瑰 ，Hello Tomo， 快要受不了了，你已经受不了了，你受不了，你才会来跟我讲你受不了好吗 ？Hello 玄阳 ，Hello 佑心。我以为今天直播是会来聊那个，叔叔说他已经死掉了，请找那个蔡小姐。好的，谢谢，希望他可以复活来看我直播，好不好？好常看到这件衣服，对呀，这是我也蛮喜欢的一件衬衫之一。好啦好啦 ，Hello 姐弟弟吧。开始的清醒脚步。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电脑看起来很大。Hello， 盼，唐盼风 ，Hello， 豪哥 ，Hello， 今天大叔，晚安。你听我的，请大家多多帮我分享、按赞，好不好？谢谢大家了。Hello， 阿猴。Hello， 乔大叔，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接那么快，是不是？哦，大威你好，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谢谢。Hello， 天天 ，Hello， 黄鱼。谢谢大家，看吧，我就说99.9999999是我跟雨晴吗？对不对？啊，这个被我说中，我真的不知道。Hello， 黎明啊。有没有看到叔叔我死了？衣服好背景，什么意思？好背景是什么？Hello， 静博，叔叔来了 ，Hello， 还没想到。
战斗着飞跃，和风雨暖阳倾斜，却并小花太多像背景，你说我背景很乱是不是？你是想要看我换一件吗？还有第一行道家少你好 ，Hello 阿凯，好热哦，昨天也很热，今天也很热，昨天跟你吃饭，我差点不能吃饭，热死我了。谢谢阿凯的分享，喜香香真的回来，好的。这样就好，也不错看。就是我的脸比较单调，其他地方都乱，所以你就看我脸就好了。我今天的脸真的比较单调。谢谢阿凯送的枫叶，谢谢。谢谢嘉少的分享，谢谢。瑟瑟超傻眼哦。Hello， 功夫小龙，你好。三个人约会，对呀、啊，我妈又跟雨琦，然后他们两个其实都过了，就是要量体温，而且那时候是刚练习完也没多久，也没有到说没多久，有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是还呈现一个我很热的状态，我是手放在这，我是感受得到我的额头很热，然后那天那个店员就帮我一量了之后，他就说37.6，我就。好花，还是你们不想看，你要单调一点。Hello， 落日一笑。我今天的脸真的很单调，因为我今天想说不要太重脸部的妆，所以我只画了眉毛跟口红，跟一点点腮红，一点点的眼影，没有画眼线。有了，他说等一下，就等了一下是37.4。然后就进去吃饭，好吃。谢谢金鸡大叔送的萤火虫 ，Hello 浩浩。单调露露的脸，要多久才摸得到？一辈子都摸不到，不要摸我的脸，会花掉，好热哦。他还是让我吃，我跟你讲。练习啊，不是，我要从那个那天直播讲。没有啊，就是等了一下，但让我降温。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平常的体温就是偏高。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以前就是学校不是要打疫苗，也要量体温嘛。哦，那时候热的跟什么一样，就是比人家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Hello， 我嗨，晚安。Hello， 召唤妹。请大家多多帮我分享，好不好？我们的厌世照，然后也多多按赞，你就点个两下就好了，好不好？谢谢，热热的健康宝宝，太健康了。对啊，都会叫我们过去赞。修改昵称。116494，你好，谢谢博翰送的 love。博翰，最近还好吗？应该还好吧。找我手绘就不会被冰到了。你们上一次也没有被我冰到好吗？谢谢叔叔送的好多枫叶。八点是谁？八点了，我们来看一下八点是谁。八点是一家，温瑞婷，洛洛握手会很可爱，你说上一次吗？栗子，玻璃。Hello 大家，谢谢你送的萤火虫。我还咋联络？手是暖。对呀。那
那也不算刘海炸裂、啊、其实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刘海也是炸裂，可是我对于刘海炸裂我觉得要看耶、欸、你看像我前几天发的那个在海边的也是刘海炸裂啊，谢谢你送的木宝箱 A 级，恭喜你抽到 single soul。 你们可以来感受看看我的手是热的部分，我是夏天我要摸就是跟我妈勾着手走，她是会阻止，她说你不要摸我很热，会被我妈拒绝。想问天 Hello 维尼 Hello 梦幻逸风 Hello 小丽，来一台电风扇，我有旁边有，可是就是会有沙沙声。晚安春饼 Hello 勇哥，你看到我的头发看起来很油吗？好像也还好。 Hello 一凯，体温跟男生比叫像，什么意思？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谢谢。林姐的你超赞哎，还好啦，也是到四哦，谢谢。男生也热热的吗？不是大家都热热的吗？你们没有体温才怪吧。今天那组太像了，真的阿凯 give me five。 来呀、啊、你好 Hello 叶小妍 Hello Tomo， 同学都说好看，请你同学帮我按赞，反正不管怎样你们就多按赞吧。分享都分享好不好，就凉凉的，那就是要等你来帮他温暖啦、啊、是不是，是不是看到你照的心情按都按，谢谢分享 Hello 翠翠，看到你照乐的心情都冷静下来了，按分享出去大家这个照片，虽然对虽然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拍得更好，可是还是要分享出去的啦好不好。我要说什么哦，对，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热吗？因为我要让我讲的冷笑，就是因为我讲的笑话都太冷了，所以要用我这个体温来温暖大家。啥耶 Hello Steven， 好我要跟你们聊上次那个体适能的部分真的很好笑。 Hello 玉安 Hello 南风，谢谢 Steven 的分享。说好帅，谢谢。我今天想说就是不要太强烈的厌世感，就是想说要来点对比，所以今天就非常淡的妆。卖几卖来几招，什么意思？你这张好看，谢谢。Hello， 传说中的哈维，谢谢玉安，我要来找。好强烈，我觉得我这个头发很乱耶，为什么就是很不对称。我决定我要戴帽子，麦来 K 修哦、OK OK OK 好我要走好吧，我要找一个东西。帅呆了，也不要都帅呆了，没有那么夸张啦。谢谢叔叔送的猫铃铛。Hello 何吃下，我有荡荡的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手机看起来荡荡的。Hello 借东 ，Hello Jack， 奶粉 Jack，
为什么要叫奶粉？这个很常改名字。Hello， 玉超 ，Hello， 伟单春 ，Yo， 有我的电脑也当当的，还算是有微当，那应该没有到很当吧。现在好了，决定我要戴帽子。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刚卡了一下。Hello， 阿虎啊。还是今天这样。我觉得可以。Hello， 阿华，这有小毛毛。会很奇怪吗？不会吧。哦，另外一位粉丝的名字，为什么要把他名字放在你的名字前面呢、啊？欢迎肉肉双马尾，太害羞了吧！大家，谢谢星际柠檬送的猫铃铛，谢谢大家。刚刚有看那个吗？官网，粉丝团，应援扇来了，大家想看吗？在零零台出现，你说祖祖在零零台出现。嗯，大家想看吗？露露的弟弟不要偷看直播，就露回来看，大家赶快去买好不好？我跟你讲，买爆他，真的是超好看。我就拿给你们看，我跟你们讲，我把它插在三体男的旁边，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超好笑的。差一楼哎、欸，是差一楼。买好不好？多买。他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有点可能脸会看起来变形，可是就是还是正常的，有点弯弯的。使用特权抓到，买，买来喂食好不好？我喊肉肉肉肉肉肉弟弟要叫什么？买，好的买。我饭有两只，放不下，我们就放一只就好，好不好？我汗，他的双眼。还是我今天就先放这，插不进去。我要放哪？我不知道我要放哪。我要安利他，对呀、啊，这是最新的扇子，马来中秋节。我跟你讲，买十只，你就丢下去烧，那个肉一定很香。没有啦，脸胖胖的，没有，因可能是因为我拿出来好了，因为它有点弯，角度问题。我觉得你要拿到实，那个实体，就是你要买了看到才会知道，所以你一定得买，好不好？你要买哦，谢谢大家。Hello， 晨晨，生活对啊，叶佩一波，猜我买爆，我在这。Hello， 风露面嘛，脸看起来鼓鼓的，然后呈现越来越开的状态。你说现在我吗？还是这个？我觉得要拿实体的，不然我觉得在镜头前面给你们看这样，我自己看都有点丑。实体比较好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点
弯弯的感觉。它有火种，对，我跟你讲，你买这个中秋节拿去生火，那个肉会有不一样的味道。Hello， 阿贵仔，会有一股肉味。废话了。Hello， 哎、欸、我跟你们讲哦，我上次不知道在哪看到就是一个图，人家说额头啊三根手指头算窄。四根手指头算刚刚好，五根手指头才算宽。我那边就四颗手指头，谁那边说我额头高？气化来，物理相对，臭咖比。Hello， 阿珍，来抱好不好？我真的是就是，这时候这支我也是大推荐，然后你们不是你们，不是。就是那时候好像对，没有卖，也不是说没有卖的很好啦，我不知道。Hello， 卡卡罗特，化学上的肉香，对的。要不然本人鼓嘴比较好看，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很好看的，大家可以去买。安利波。哦，我想起来了，夏日祭典的时候，很少看到有人拿我的扇子，我超伤心的。卡了，我把它插回去。我跟你们讲，那天那个提示人真的是，我真的是原本以为我会输哎，而且雨欣也没有特别看好我的。他说：“你看人家面面也很厉害，梦辰也很厉害，你看，佳丽，我那时候以为是一打一打一。”对，然后结果却是二打二，觉得放心这样，但是很好笑哎。然后就隔天，我跟你们讲，手直接举不起来。我要睡觉，我一定要用倒的，我不能那种轻轻躺下去，后肚子酸爆。把扇子拿去。好的，辛苦你了，谢谢叔叔送的百合花，谢谢你。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我做这体前弯可以这就是这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程度在哪，我以为我那样算很烂，真的要滚上床了，真的是用滚的。 Hello 丢丢，我真的是用滚上床的，然后就上床废掉了，超笑。晚安，坐姿体前十，哎，十真的很夸张哎。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再下去，就我想说那样就好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哎，都七，太夸张了啦！个位数的真的是太夸张了，小恩你这样不行。叔叔，这不愧是你朋友。可是我只有坐姿体前弯可以，其他我都不行。对，我筋其实也没有说硬，也没有那硬，说软也没有那软。最高可以到哪？我觉得要看那种真的是坐姿体前弯，因为那天只是量，而且我可以到，就是平常那个可以到45，我就懒了。20 ，Hello 布伟哥，然后那个开合跳也是，就是抬不起来，就这两块，而且特酸，还有这里，我跟你讲，我们那四个，没有看到就太酸了，我们每个看到的时候真的很酸，我就烂。那时候是
因为还有那个仰卧起坐，就是这里跟这里超酸，然后人家在笑的时候我不能笑，因为笑的肚子超痛。Hello 草莓酱，谢谢小安送的 love。 嗨草莓酱，超级好笑耶，看得跳很容易，容易是容易，可是就是你会很酸，而且你那时候要短时间内跳越多越好，结果殊不知我们不小心全胜。 Hello Hello 阿鲁纳奇， Hello 小阿姨。然后过没几天练，哇、哦、超好笑，这手弹不起来就算了，不能大笑，不会啊，是可以大笑啦。我们称没有什么藕包那种东西，还是有啦，还是有啦，不是有拉筋吗？会啊会，可是就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家之后腿超酸，我也没干嘛，就只是起立蹲下，起立蹲下，我只是起立蹲下而已哦。大腿直接炸掉！我现在，你们一看到我刚刚起来，我手都要撑的。我今天就是要离，因为我们家在二楼，要走楼梯，只是爬上来回家而已，我就生不如死啊，都快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的酸，这么的痛。然后我今天走路是那种走一走的腿，我的腿软，超好笑，超级好笑。一个心情我应该会哭诶，太久了啦，不知道，对，真的，我可以这样对我呢。去捏你的大腿，我妈今天叫我起床，一直踢我大腿，我说你不要动嘛，你不要踢我，很酸呢、欸。太巧了吧，你才一瞬离开一瞬间，一定要捏，你们捏得到再说，哼，来捏我们，来捏我的一定是你们，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就先给你一拳。 Uber Eats 刚开始减肥运动也是这样，等一下就习惯了，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身体酸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现在应该配那个特效。揍我揍我，你们有事哎、欸！超酸哎、欸！你看我站起来是。站不起来的，我一定要撑住，我要用我的手出力，我才离开这张椅子，然后我要坐回去的时候也是。嘿嘿，好玩，才有练的感觉。所以我最近有点形成一个残废，来抬腿仰收着电话。 Hello 新野人。然后昨天我离开之后，我妈说要去找弟弟，就是外甥，然后他们家在五楼，我爬上去我都快死掉了，反正我真的残废好不好，我真的上床我在那边滚的、欸、超好笑的。
然后弟弟昨天超好笑，哎，他现在超可爱，可是还是一样很就是，这是一个小恶魔。他昨天真的超可爱，他拿着他阿嬷的手机，然后开了自己开哦，他全部都是自己开哦。他开了手机之后，又开了 YouTube， 开了 YouTube 之后，他点了一个东西，让我非常惊讶。他点了少女咖啡枪的广告，然后就跑过来的拿给我看，然后就对着我，嘿嘿嘿，你看，他已经爆完了，不要。我也不搭电梯了。谢谢小爱送的医用口罩。他自己开哦，他认真是自己开，我没有骗你。高球球，弟弟很会，超会，然后就录影录下来传给那个雨晴，然后雨晴说叫。叫阿姨，随便你叫。他终于承认，狙击手嘛，狙击手都带反了。因为我今天出门是素颜，我看了镜子，今天皮肤感觉还不错，素颜好可爱啊。那我今天妆就化少一点，反正对。这首歌我喜欢也没有啦，就是 BD21 跟他们本来画的，就是防弹少年来画他们的人，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差，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七敏，有些人喜欢塔塔，有些人喜欢 RJ 的淡妆，没有，没有，没有，有淡。是浓果，有到之前呢、啊，你们一直说很好看那一次。Hello， 人人。我昨天弟弟超好笑，他现在真的变好大哦。Hello， 泥巴。然后就那一次没有啦，因为其实直播还是会吃，就是。把妆吃掉。谢谢高桥的送的心之罐，今天我不适合哦，我要来卸妆洗澡了。OK OK， 去吧。我们要跟你们叫什么来着的？反正弟弟就是好久没有看到他，觉得他长好大哦，超好笑！他昨天只穿内裤在家跑来跑去，他昨天各种超母汤哎。然后拿他的那种书出来跟我们分享，小孩子正常，那超母汤的。而且超好笑，因为他就没有穿裤子嘛，然后就露着两条腿在那，又穿了一件内裤，然后我就一直用我的脚去夹他的肉，然后一直没有夹到，然后他妈就一直跟我讲，哎，你去夹，你去夹，你去夹，然后我就手机打开录音，然后脚就在伸过去夹了一下，就啊啊啊！然后我昨天的脚是酸是酸，还是有力气可以夹他的。超好笑，好想跟你分享那个影片哦。然后他昨天看那个《勇往直前》，哎呀，他现在居然会唱了，他会唱了，他会唱那个可能前两个字这样。你虽然只有前两个字，可是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他是唱前两个字。我忘记他是唱哪两个字了。谢谢小心眼哦。那可能就是虚瞎。然后就没了，这样。他也会窝我，他超会窝我的，窝窝的。每次看到他，然后你就对他窝窝，然后就窝窝。嗯。Hello， 肥猫你好。厉害，
就是这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妈一直跟我一直跟他安利我，连我妈也一直跟他安利我。不用这样吧，反正他长大都会知道。为什么每天都要洗脑他？阿姨阿姨阿姨，是在 Hello， 先去洗衣服，你可以挂听啊，因为挂听我讲你坏话。小慧是小慧，我疯掉；肉肉是肉肉，我死掉。没裤子穿了，那你就跟弟弟一样啊。没有啦。可惜他是低，有潜力也没有办法。他真的超可爱耶，他真的超可爱，好喜欢他。可是他又很讨厌，真的。沾到胶带，你用擦布擦打开，打扣了潜力啊！我一直很想让他来看我。你气死了，你自己造成的，没有办法，自己吃，好可怜呐。这就跟情人节买一送一一样，做成浴巾。说是爱 QQ QQ， 大家帮你 QQ。空起来吗？那你干嘛不直接做成？像那种画布。Hello Jeff，Hello Nina， 那你去哪？我觉得雨晴呢，就是看起来很强势，她的就是看起来很强势。就是我在干嘛？我帮你试试看好不好？一比一立牌太大了吧？帮我做高一点，谢谢。我帮你用擦布擦擦看，要不要？看会不会掉漆？我擦我自己的。Hello， 小米，是你米吗？哦，好的，谢谢烟视装马队啊。用擦不擦擦看，又不是说粘的东西用擦不擦可能会掉吗？不说了你。但是擦不掉，不是啊，我是说看深浅，就是照片花的钱。颜色会不会被擦掉的？是谁说不你是河马？别哭了，我帮你擦擦看啦。你现在就拿擦不擦？好吧，你去哭好了，我救不了你。居居 ，Hello， 青苹果。谢谢青苹果的分享，啾啾，晚上好哟，肉啊，啦啦啦啦啦，小
那过去哭吧，我帮不了你了。我试了一下，嗯，擦不掉。今天怎么跟小智一样？耶、yeah, ！我要来抓宝贝。谢谢日华送的乐，只能这样子吧。姑姑，我们怎安慰你呢？对不起，香菇，我已经牺牲我的身血则帮你擦擦看了，不行。哎，尾鱼，谢谢高小哲送的心之冠，我今天真的超不适合心之冠，超笑。青苹果跟尾鱼认识是不是？早安，尾尾会说晚安呢、欸。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日华了，什么意思？放在过去，不是啦，我只是说我今天不适合而已。OK， 谢谢青苹果送的掌声鼓励，谢谢。这么突然，我们来欣赏一下肉肉。什么？叫声都是中文啊？其实我那天的妆我有点后悔画面，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更严实，对，反正就是黑眼圈的地方没有遮啦。总之啊，懂了，看一下打喷嚏。成功，是在 Hello， 而且平常都遮不好，就那天吹遮这么好，而且我那天还忘记涂睫毛膏，其实我那天出门太开心了，什么都忘记。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厌世度 max。谢谢富伟哥的猫铃铛，现在有谁在开台呀、啊？未看先猜，拍照前一天太晚睡了。诶，拍照前一天我在干嘛？我忘记了，忘记了。你知道很快。青苹果，你有最喜欢谁的吗？最喜欢七七的。好，对不起，我问错了。蛮喜欢阿杰的，我觉得阿杰鞋很可爱。韩寒、刘佳佳一，韩寒、刘佳一加果果，我是什么佳一？收回那句话，当作没听到，好不好？韩牛家在哪里啊？熬夜是不好的。
你的家在哪里啊？刘家在哪？里。优卡在哪？哎，是我眼睛坏掉吗？我没有看到。是第五十一家。果果的赞。伟哥，真是帅到，谢谢，跟你一样。Hello， 明，我找不到哎。是我的问题吗？你看长龙多高？小宝，谢谢明色的玫瑰 ，Hello 玉安。那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到的？刚刚是。轻轻的，轻轻。谢谢玉安送的水果鸡尾酒，谢谢。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应该还没发吧？应该是吧，我不知道。又去发文了，大家快点去按赞。对呀。也请大家多多帮雨晴投票，好不好？立达，立达，罗梅罗，多多帮他投票，好不好？大家，就拜托大家了，谢谢。迪迪昨天就是开那个给我看，迪迪真的是很神秘。百分之百是你。哈喽，庆铃，广告打好大。我上次本来去买东西，然后就突然看到那种 LED 墙上面突然就游戏广告，我就想说，是吗？应该不是吧？就突然看到菜啊，然后就他，然后就被我吓到了。头七七当头龙龙，头爆！没下载，头一波了，拜托大家了。看在我的手机，不能下载，不能下载，大家多多帮我投票，谢谢。这超好笑，手机太烂玩不了。我下载一定坏掉。谢谢，谢谢。这是拆楼，跳投刘雨晴，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电视哦，电视很长哎，电视也很长。哦、我有看到公车，我有看到公车，飞踢不投。没关系，没关系。所以大家记得多多投票，好不好？每天都会有票，请全部都投。罗梅罗，谢谢。公车有成员的脸吗？没有，没有。我有看过品涵的，因为我们家没有装电视，是昨天去那个。找滴滴的时候，看到的也是没有。
热。是没有那个必要啦。我为了一个广告去买电视吗？不用哦，上面早就有了。我看过品牌的，其他都是那个没有人脸。YouTube 上面不是有广告吗？反正我去学校就打开同学手机，每个人都给我强迫看一次这样。哎，说不定我同学有玩呢。是在浅水湾拍的，谢谢你送的指南针，谢谢川凯送的枫叶，谢谢。免费安装，有可能我同学有玩的，说不定我同学真的是很多都是很爱玩。之前那个异世界，我同学也玩。跳楼很好看啊，因为就是推一下啦，因为笑起来是歪的，对，还是有稍微的修了一下。我最近很 care 的两点就是我的眉毛，我做事就是喜欢直接收，没有在骗的好不好？就是有推，好不好？我跟你们讲，这是500多张里面选出来，其中几张是还不错的。很多咖啡厅吗？对啊，可是我那天没有坐在那里。Hello， 保罗。Hello， 傅伟哥。因为那天本来目的地就不是那里啦，只是刚好一次拍500多张，哎，你觉得冷爆哎！告诉你们，那里真的超冷。你看到那个风那么大吗？那个风就是各种哎，我可以找看有没有 NG 照片给你们看。591张，快200张哎。哎，我觉得还不错看的一句话，我蛮喜欢那个树的那一张的。咪咪，大家来看我的 NG 照，找一下哦。我本来想说放2张，一张 NG， 有点算了。这很好笑。那个风是这么的大。好的，拜拜。好了，你哭完了，欢迎回来。如何如何？造成场有吗？我不知道哎。这个风就是这么的大。一天没有怎样，你说我还在学习吗？干嘛这样？我爱你，不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1厘米。你当时洗多少钱呢？花了多久才拍到那完美的一张？有，还有别张完美的啦，完美的。太想去了，拜托！这个门长的风很大，超难拍的哎。那个是你刘海是，就是无法保护好的，洗成电子档。嗯，其实好像也还好。
给你们看看毕业照，还不错的感觉，还不错的照片。还有明金，就是它还是很乱，可是又还可以的，值得。终于搞完作业了，为了来看我吗？谢谢。我今天穿衬衫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太热，想穿少一点，比正常的好看。可是那天我那天发的那个还不错啊，爱你哦，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一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坤坤，上一次洗澡被整天都搞得不不不不不不 ，OK。Hello。我拿到了。赞赞，赞赞。可是那个洗的照片不一样，他是洗那个底片相机的照片。我上次跟他们讲，我上次在那个虾皮上面，就是在看二手相机，看到一台莱卡，还不错，还不错，蛮便宜的，二手的，对，没体验过，买了，有点心动，豪，你在问豪哥吗？你要问他，我其实蛮想去实体店面，可是实体店面在高雄，让他来回差不多那一台就要10000多块，但是不敢下手招人，要这是这不管谁都拿莱卡耶，李东海也拿莱卡。谢谢韦哲的分享，那我知道是哪间呢？海滨公园那边的风景不错，海滨公园在哪里啊？还有这个，我本来也要发这张，可是想说就是一张就已经够好了，拍一张就好了。拍的都不行，真假的？谢伟哲送的猫铃铛，谢谢。因为这张可能会比较明显看到是海边，所以我想说发一张就好。如果有机会，之后再发，也是很好看的，好吧？咪咪啊，没关系，不排斥给露露洗吧。回头看过去，好看的照片不嫌多。不是，就是可能要发也是分，我会想要两张比较好看的照片，我不会想把它放在一起发。咪咪几号？我觉得两张很好看的，那要不就分开。对，汉山小望海大这件，哦，真的假的？不是，下礼拜啦。弹奏比欧美丽多。对啊，就是想说可以分两个。
to go. Holy， 臭奶奶日文好可爱，很可爱呢，有可爱到哦。我跟你们讲，就是我最近看到恐龙，都想跟恐龙拍照。然后，所以我今天又有看到恐龙，所以就要跟恐龙拍照，之后可能会发。大家期待一下，恐龙很可爱，是我的菜。Hello 凯沃 ，Hello 泡面，泡三分钟。我刚说什么？对，你们看我这里有看到吗？这里不知道被什么咬。不会，不会。好酸，这里有一颗不知道什么，我上次也没有凌晨四点发，好不好？不要这样，我一直在期待我那天去潜水湾那张照片破500个按赞，现在已经498个了。麦粒种是什么？它的纹身真眼不知道，可是它不会痛。他就不要卖那个。感觉很可怕，看医生比较保险，可能再看待几天看看吧。哎，人家上台，为什么？真假的？好可怕的感觉。可要等外面啊。麦粒种就是真眼。那为什么一个叫麦粒种，一个叫真眼？谢谢明明送的傻眼猫咪，傻眼猫咪真的很傻眼哎、欸。哦，好了，我看到了，麦粒种介绍，麦粒种俗称真眼。不是说要这样吗？来来来，他的花生糖。OK OK， 我懂了，我懂了，谢谢。请大家多多帮我的贴文按赞，498，差两个，谢谢。我那天。那个提示人直播啊，我立定跳远其实也跳蛮远的，比离家里后面一点点。我一直都知道我的立定跳远还不错，可是太久没跳，我不知道。而且我也就是你知道吗？平常在学校，就是你跳的还不错，可是你到外面世界那么大，又更多人，我也不知道，也没有看过人家跳，所以我又很担心。阿腾你好，嗨，所以就是很担心，天外有天嘛，人外有人。所以不敢说自己的立定跳远可以很远。还有单细胞，夜市帅好，夜市肉好帅，谢谢，这次回来了。Hello 小飞鸟，谢谢小飞鸟送的包耶。Yeah!
请麻烦大家，不是，请拜托大家去帮我的那个海边照按个赞，我很希望它可以破500，好像500真的假的？重新整理一下。我都好善意，谢谢，哎，500了，谢谢大家，还是有差的。那我现在讲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的夜市照按赞，我希望它可以破2000。笑吧 ，Hello， 是。你好，下次追踪破5000，对，我希望可以尽快破5000，感觉快了啦，2000好难。你说官方贴文，对啊，等等可能发个先动，就要开始，不用，不要做这种事，很麻烦。也没有那么夸张啊，还要去办新账号，没有要干嘛好吗？就是你们随手点个赞就好了。叔叔，你看我死了，超好笑的，叔叔真的很可爱。不过我开了这个。好啦。波皮，谢谢叔叔送的蓝色拥抱，还有就是你们随手可以按一下吧，这么好看不按行吗？他这样哎，那个人真是，那个人这样，这个人。柏廷 ，Hello 塔瓦哥，商品订单商品明细不要放差异了，什么意思？辛苦你同学，谢谢波天分享。你是说买扇子吗？是7766，所以我要赶快7766，7766啊！扇子，小飞鸟想看吗？给你看，我有扇子，大家想看扇子吗？上啊！来给你们看。大家也赶快去买，然后你们以后指我就可以看到。对的 ，Hello 小白兔 ，Hello Yuki， 谢谢小飞鸟送的打色鼓励，谢谢。破产中，怎么大家氪金少女咖啡厅是不是？手上这只多少收？炸了，买爆它！希望之后那个 ，Hello Abby，Hello 文森，希望之后就是 ，Hello Abby， 一只180。然后之后如果那个圣诞T出来，大家也可以买一波，好不好？买爆它！我跟你们讲，圣诞T你们还不买一波？
好，希望七月赶快到。我今天的造型真的很不适合心之冠呢。Hello， 小皮箱棒棒。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你一定买，你买几只？叔叔，叔叔，你要买几只？找个帽子。不戴帽子，什么意思？哈喽射手，哈喽你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起身材肉肉肉。先买一只，你不是说你要买不是你不是买两只的吗？谢谢小爱穿的玫瑰。哈喽尾鱼，看到一块肉飞过去，咻。好奇怪哦，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灿烂抽奖不回了。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你展览这是各种猜一楼，到底是谁的展览？谢谢你啊！你们说入场一定要一直站着，你没有买，你不能入场。他的臂展，头，呜呼呼呼呼，如何？女仆咖啡厅，所以漏飞出去到角落边漏完，嘿嘿。一只扇子，完美，我没去啊，哦，呼呼呼呼，没有，豪哥，你要说谁没拿肉肉的扇子就不能进来。谢谢叔叔送的萤火虫，这就跟你第一次来不敢看我的脸一样啊！我还记得当时柏林超嗨。他怎么可能不会害羞？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天空，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想。Hello， 胖虎大叔。对啊，去那里要干嘛呀？柏林怎么突然过去？去女仆咖啡厅？害羞死我！这根本就不害羞呗，这根本就不害羞了。Hello， 小雨。所以大家记得赶快去买，好不好？快就拿到，对呀、啊，那你们先帮你们抢先开箱一下，不然
不然你们没有看到，你会觉得那个下单下拆了，也不知道长怎样，可能很丑吧，这样，然后就不会想买。不过所以我要先拿出来给你们看，说很美这样，没有，开玩笑的。我的腿好像是出来了。Hello， 带你去流浪。再等待一句我愿意，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还没看到，谢谢。切荔枝了，呜、哦！耶，小飞娘说你的水果饼，大家买一波，锁定大家买一波好不好？请支持 Bellflower， 谢谢。你看肉肉，这么香不买吗？我这样放在这，他就是帮我直播，我出声音就好。你们不买，我就不拿开这样。Hello， 小碧潭，小碧潭，等一下，每次小碧潭是谁啊？每次就是都那个，可是我每次都是忘记是哪一个。小碧潭，是西西吗？找。我那天前天想了很久，才发现之前来看我直播那个小丑的表情，因为我才想到是西西耶，好对不起他哦。我也祝小碧潭，没有啦，他是那个一个故事的主角。帮我跟西西说个对不起。Hello， 你好。小碧潭在头天，小碧潭什么头天？好，正了吧，阿姐，快点去帮阿姐点赞。今天是各种点赞呢、欸。他欢迎哦，欢迎战士。是深深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也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没保护好你的我，有什么资格奢求再提一次你爱我？你有没有听说？我跟你们讲，我那天拿到伞好笑，我回家就把它插在三点两点旁边，然后就很兴奋跑去我姐房间说：“来，他说要干嘛？你来就知道。”然后就你看，好开心哦！谢谢你送的刻和你哦，谢谢。他要怎么念？我不会念都不行。我说真幸福。他的留言，是阿姐，阿姐，
来跟大家讲说，赶快去按你贴文的赞，你就出现了。谢谢你送的木宝箱，谢谢。自己的周边，是阿姐。阿姐的厌世照真的很棒。阿姐的鞋子超可爱耶。我室友在follow阿姐的。大家都喜欢在凌晨查水表。也请大家多多帮阿杰投票，投起来好不好？每天都会有5票。好啦，妹弟，早回答了啦。阿杰真的是性感呢、欸，怎么可以这样呢？不行啊！再来看一下阿杰贴的文。这很正，怎么可以这样？他的夜视看的都没用。我觉得阿杰戴那个很可爱，那个噔噔噔噔噔的那个墨镜。刷到，这是谁？谢谢阿杰的红包，谢谢阿杰，请大家多多多多投阿杰，每天都会有5票哦。谢谢日华送的 love， 谢谢一，谢谢一，大家大家，我们一起谢谢阿杰。谢谢阿姐，我跟你们讲，就是说阿姐发那个厌、啊、不是厌世那个四重翠的照片，真是打开手机，这什么？这也太好看了，真的。那时候我们在嘉丽家，然后大家都因为这张照片而暴动，我们全部都在为这张照片而尖叫，超好笑。真不愧是阿姐，阿姐爱你。谢谢叔叔送的枫叶，谢谢春明送的 love， 谢谢。因为你不在现场啊。Hello， 施乐冰。反正那天是超好笑，我面面。然后彩杰、佳丽在他们在佳丽家，对，我们在看着手机，这也太不行了吧，好好看哦，这样 ，Oh my god， 这样超好笑，那些就是这个状态。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四重翠。夸张哦，哪有？那是你太正了，不是我夸张，是你太正。自从前，听起来很奇怪。谢谢博婷送的蓝色元宝，谢谢。人美心美，对呀，不敢太满了。为什么不敢太满？多买几包，它那么好吃。我跟你讲，零食永远不嫌多，只嫌太少，好不好？凌晨查水表，差不多凌晨6。你应该问叔叔啦，叔叔会跟你讲。怕胖？怕什么？你又没有要干嘛？怕什么怕？啊？你要问那个？叔叔，我都几点查？
哈喽花仙堂。四点啊。哦，哎，有吗？那这不是六点吗？还是你那时候你已经睡了？没看到黑眼圈那么重。Hello， 姬川。感谢他把我上次，我记得我有六点看过啊。还是你已经睡了？你上夜班，上夜班真的很累耶。加那么多别的超荣幸，荣幸荣幸。阿姐也会查我水表哦。对啊，六点也有嘛。想要被查水表，水表是什么？想要被查水表，也要常发现洞啊。像我。嗯，其实我很少查耶，说真的，我会看的就是什么叔叔吧，其他的少数，还有几位。水饺，查水饺啦！不是人者。我要怎么称呼你啊？这英文我不会念。就是，对，我先弄，我知道，因为很多阿芳，桌布也阿芳，还有小慧我疯掉，煮水饺去睡觉。叔叔是先疯掉后死掉。疯掉的两讲多少次？真的很好笑。叔叔真的很幽默，好不好？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这首歌叫《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跟你们讲，我那个四肢的字打错。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对不起，对不起。最后一次肉肉讲疯掉，让我想到疯掉的想到。你说怎么关播前那个吗？英国神师 ，Hello， 都立业。老师都可以关播那个吗 ？Hello， 卡莫。对不起，对不起。你说什么？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想跟你当朋友。嗨，欢迎光临。那个真的很好笑，而且我还笑了一个超魔性的声音，吓坏我疯掉。Hello， 魔鬼大哥，吃睡觉。我的中文不好。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对不起。Hello， 玉安。给你表姐。对不起，我只想跟你还是我下面把一个改掉，改叫做我疯掉，我看叔叔我疯掉，没有吧？
谢谢谢谢。Yeah, my man Josh playing drums right now. Yeah, 辛苦你一下。我改，我疯掉。Okay, Jesse,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Woo! Oh yeah. 如何？罐头改，我疯掉，改改吧。Oh. 我想粉丝。哎，我之前还有发生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忘记谁了，反正就是有一个传的那个，有一间店叫什么肉肉哦，肉的二次方，然后我那天就是好像火，好哥，我觉得可以，欢迎回来。然后我那天就好像活动吧，还干嘛？反正就是某件事情结束，我想要吃饭，那边走，我就看到，哈？这是我今天看到一个照片吗？我踩点你们，超好笑。直接去吃没有啊？然后你只是把就是拍给我看而已。对，大家，我们现在要来进入心理老汤。对对对。肉肉疯掉，可以。热汤耶！大家拍手，谢谢日华社长的鼓励。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的话我不管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我现在介绍一下现在的时间是什么。现在的晚上9:30是肉肉心灵肉汤的时间，心灵肉汤就是心灵鸡汤，可是在我这里叫做肉汤。对，然后我可以分享大家一些美丽的句子，新来的旧朋友，在每次直播都会有这个时候，这个 part， 除非我忘记。好，对，然后我们的 SOP 就是拍手，然后自我介绍，然后现在时间第一晚第二晚结束，耶、yeah, ，好好，一二三，拍手，耶、yeah,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柴油肉肉，现在时间是2020年4月20日。9:33，我们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心灵肉汤。今天的第一碗肉汤是：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应该长什么样子，他不喜欢你，那不是你的错。你不用他的好心之意，你需要好好走路，好好过活。你有你的地图，就算你总是迷路。希望大家可以懂那个句子。再讲一次哦，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应该长什么样子，他不喜欢你，那不是你的错。你不用他的好心旨意，你只需要好好走路，好好过活。你有你的地图，就算你总是迷路。那我们现在就立马为大家献上第二碗心灵肉汤绕多远的路，总有一天你都会到终点的。好，今天的第二碗肉汤。如果我们不够好，那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我们要做的不是担忧，而是以不够好的状态
全力以赴做到你当下的最好，这样即使你还是失去，但你从来不会为自己没尽力而后悔。 Hello Andy， Hello 朱诺的粉丝，我在讲说，如果我们不够好，那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事，但我们要做的不是担忧，而是以不够好的状态全力以赴做到你当下的最好，这样即便你还是失去，但你从来不会为了自己没尽力而后悔。我很喜欢最后的那两句，但你从来不会为自己的没尽力而后悔。谢谢大家，今天的心理乐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Hello NDD， Hello 学长，这是嘻哈肉吗？今天是嘻哈有块肉。刚结束了汤了。学长，我跟你讲，阿姐刚刚有来，哈哈哈，阿姐来看我，哈，学长，错过了，对，你错过了。就还没到家，错过阿姐是不是？我刚刚是看你回来，我才开始念心理动画的。然后撞豆腐，好的好的。我的阿姐女神，这次让大家啦，不能只有我。好哦，可以的，也欢迎大家多多宣传我的 IG， 我很缺追踪，谢谢。总感觉我的追踪有在加，可是看看好像又那样。你一定是泪流满面，泪流满面，欢迎追踪。还没追踪的赶快去追踪，你有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追踪了，可是你还没追踪，所以你还是赶快去追踪。对，泪流满面。就像有些人在看那个看直播看得很开心，真的到最后才发现没有追踪我这样。然后看过 Apple 老师的影片吗？没有。还想吃今天的晚餐呢，因为我妈今天煮一大锅的晚餐，可是刚刚是时间来不及，我只吃了一点点就进来了。我还想，我有吃晚餐，我没有骗你们好吗？谢谢弟弟送的，靠你哦！谢谢亮子追踪你，看不到，好哦。Hello 叮当鼠，煮什么？他煮了冬粉，加泡菜，加高丽菜，加鱼板，亮子，
真的煮大锅哎，他一人一锅，我一个问号，我一直煮那么大锅干嘛？我们两个一人一锅。卑鄙原之度。我那天送那个佳丽牛蛋，超好笑。好像有印象，我好像有印象。Baby， 要不然让那里懂个没有不懂，我就烂。还是带着。真的假的？谢谢你送的 kiss 啾啾。啊，我知道了啦，我也想到了 ，baby 皮蜘蛛。如果想哭就大声哭吧，反正我们都是一出生。算了，过了就过了。想到啥？想到你。我不确定是不是，反正就是有些微的记忆，在我脑海里穿梭。下次有机会可以常来找我，没有一次就把你记起来，对不起，我老哥。别电了，我害羞。哎，你们刚刚都没有听到我的皮蜘蛛。皮蜘蛛是什么？皮蛛啦，我想到了 ，baby 皮蛛，不是皮蜘蛛，皮蜘蛛是什么了 ？baby 皮蛛，好好都没有办法参加。豪哥，你讲这话，你欠眼，好不好？你这个，我帮你们骂。那你去参加，蛮漂亮的。谢谢。谁出山？我跟你们分享，你看这个，有没有看到新的戒指？刘雨晴送我。批注注，批注，你们知道什么是批注吗？被骂，欠骂。我去跟批注去讲，这批注就不要找你。我还要跟你们分享一个东西，等我哦，我去拿来，等我一下，腿有点废，这样走比较慢。真的假的？三月。你说那个 Love Tree， Hello 红衣，定情植物，对，它有一个，但是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是的，三注意谷。注意鼓是什么？那天雨琦也是拿了个东西给我，他就丢给我，然后想说是要帮他拿，是不是？他说没有你的，然后就哦，然后那个东西包很紧，我想说这是什么，然后那边开很久。Hello， 毛良。就是有在留意的意思哦，谢谢你的留意。然后呢，大家有印象雨晴有个红色的包吗？然后那时候这只包是有故事的，因为之前他就很，因为他很喜欢那个
突然忘记叫什么。谢谢你送的 kiss 啾啾，谢谢。你看过这个蓝色没有？雨晴是红色，红蓝配，不是不对不对，是红色然后蓝色的。那个他之前很喜欢，那叫什么？我忘记了，我怎么办？我忘记了。还有一超，他们叫什么？那叫什么乐团？雨晴之前那个乐团，弄得我疯掉。叔叔。之前他喜欢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来着？我们的，他很喜欢那个主唱。我想说他 ，Hello， 微微大大今天好晚来哦。突然忘记他们叫什么。不是，我等我猜猜看，叫什么来着？我一定找得到。叔叔，那个雨晴，之前很喜欢那个啊，林先生呐、啊，对，林先生主唱雨晴很喜欢，然后他之前我也是去宿舍，他就在看那个米先生他们出去韩国的 vlog 这样。都练手摇摇辛苦，然后他就看到那个红色的包包，他就说好好看哦，然后他又说好想要，然后就开始说那你就暂停放慢看呢、啊、然后就开始你好聪明哦，我说啊，可是他的影片版就可以暂停在他楼，然后他那时候就去找这个包，这包那时候有蓝色，没有红色，就很可惜，因为我们本来想说一人买个颜色，然后一起背。然后呢，那时候看包蓝色的还剩五个，然后过很久一段时间，那个卖家就跑来问他说有红色你要吗？他说要，然后他就买了。他买之后我要去买蓝色，结果蓝色没了，然后这个蓝色就念很久。那天我打开我就全是他的，超笑。欢迎再次嗨，对，这个包的由来，雨晴送我，很开心，谢谢七七，爱你哦，爱你。所以七七也 hello 了吗？什么意思啦？七七送的，蛮大的呢，我里面都没装什么东西，而且我真的觉得它很适合去游泳时候背，就还不错看啦，对，而且去游泳防水啊，对不对？背给我看好不好？我还配上了我的可爱的恐龙。叔叔羡慕吗？我有，硬要来听一下明先生好不好？对啊，他透明，可是我觉得他透明还好啦，是超新的，现在不给你听。是，因为它是有颜色的透明，所以就也还好，不是那种透明的，你懂吗？有恐龙就给赞，对的，这只恐龙是我包包的必备品。我之前那只紫色不见，我非常的伤心。对，就是这样。最爱接着。还不错看吧，对不对？他们被人家小学生。出门了，拜拜。
的时间，他的美。三个黄色帽啊！对，我跟人分享，我有一个很喜欢黄色的包，可是它的材质很特别，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买。对，我找一下哈，找一下那个包。Hello, Marcus. Marcus.走走走，我们打手拿下手，一起去加油！耶耶耶耶！我有带卫生纸，我还有带酒精湿纸巾呢。傻傻的。呢，我来看看哈，那个，它那个包很神奇，就是你们知道IKEA 那个蓝色的嘛，然后它是。比较小的，然后它有黄色，它那个黄色特别吸我，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垃圾袋的感觉，所以就很可爱。我找找看，找不找得到？跟我们分享一波。可是我要去哪找，我自己也不知道。人生，你说现在吗？我得去哪找啊？谢谢小爱送的猫铃铛，谢谢。你们，我应该播那个的。那个，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去海边。兰花一朵朵，怎么唱来着的？数着兰花一朵朵，是吗？是这样吗？忘记了。看着那海，浪随风流，是吗？很帅，主唱真的很帅。Hello， 黄泥沙 ，Hello， 崔诺燕。高雄美美的，看着那海，风吹风流。嗯，我刚唱什么？亲哥老拜拜拜拜，辛苦了你。我好喜欢那个小魔怪，你们知道吗？小魔怪好可爱。说再见，哒哒哒。高雄妹，高雄妹前面是什么？我刚刚在唱，可是我现在忘记了。谢谢小爱。送的萤火虫。哦。为什么突然找不到哎？蛮漂亮的，我侧脸一直很漂亮，你现在才知道。这个它是环保材质感觉，它叫做环保侧背带。哇哇哇！那么，不是，卡哇伊。
找到了，我要给你们看，我准备好哦，看好哦。就对这个黄色的情有独钟，不觉得很可爱吗？它有黑色，然后一个就是透明的。我那时候有点犹豫黑色跟黄色，可是我终究两个都没有买。他让我一直在考虑八买它吗？这样有点特别，就是很特别，所以让我喜欢。黄色好。我给你们看黑色，黑色就是，就啊！我的眼睛掉了。有点像一种袋子，我知道，是那种感觉，就是很神奇，你知道吗？那种米袋。它叫做。叫怎么念？反正是阿宝臭味袋，黄色选我钻戒，真的，我看黄色看很久，因为黑色其实有点单调。重点是我说好不要再买小包包的，好了，谢谢你们。嗯，有点米袋的材质啦，我知道，就没有机会了。我看他，哎呀。不急，因为我看他看一阵子了，他现在还有，代表妈妈说可以那个，反正是后悔。今天超好笑，我跟妈妈去逛伊德利，然后我就看到很大的那个，好喜欢那个，是蓝人骨头，它是蓝色的，跟我那一件蓝色衬衫颜色很像。然后我就看，我说我想买这个，它那一颗要600块还是500块？499还是599？我好像599。然后就抱去给我妈看，我说我可以买吗？她就这样，我可以吗？可以吗？是可以吗？我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他们跟我说你是 OK 吗？就是 Hello， 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谢谢。龙猫超幽默，哪里幽默？他没有。神回应，对，这是钱，钱的意思。真的，我那时候其实看到有一个紫色芋头紫藕紫，可是它只有小颗没有大颗的。你们下次去伊德利看那个娃娃群，然后它会有那个。蓝人骨头，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它真的超好摸，好摸的爆炸。对啊，我以为是 OK， 我想说他早就冷这么好了。他在外面等待大声，超笑。加入直播，没有要关直播了，我们时间到了好吗？时间到了要去上厕所了。今天准时关台，也不用，也没有到准时啊，差不多5分好了。Baby 批注，你帮我讲，我看到原汁注意就叫他批注。恭喜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成今日钻石目标，还差80分钟即可获得200,000-1,000,000固定人气及奖金24小时。可是我要关嘞。什么啦？我不懂这个梗，有没有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再开，下一次。
什么目标？可能是那个浪花的吧，不知道。噔噔噔！而且我最近在看小包包，也比较挺的那种，而且我把它放在里面。不然我觉得东西放里面，然后就这样丢着好乱哦。所以我想买一个比较挺的小包包放在这里。跟分享我侄子送我的糖果，他还抓了一堆草莓口味给我吃，这样，就是牛奶片。他抓草莓口味，我问他说你为什么都抓这个给我？你不喜欢吃对不对？对。谢谢微微大大送的枫叶，谢谢。跟分享我包里有什么，有酒精，然后这里酒精有一种，就是我姐姐的班导人很好，送了我跟我姐姐一人一瓶那个装了薰衣草精油的瓶子，然后瓶子老师也用过那个纸胶的贴，很漂亮。谢谢叔叔送的果汁，哪有，防弹少年团 V 超爱草莓口味。然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味道太重了，我最近好讨厌那味道。然后还有我的钱包，没有钱的钱包，没有钱的钱包，真的。还有我的学生证被露出来，太可爱的弟弟，拍立得。然后还有今天买的超贵的双眼皮贴，它这样哦，你以为很多是不是？它这样39块，我原本以为它很多，结果它才一片，然后20个，可以贴10次，面前的钱。我都会头晕，对，它太重了，所以我好讨厌。哎，不恨。那不是什么那些，然后我的悠悠卡，我的悠悠卡不见了，换这张，又叫屁股布丁，我真的觉得他长得很屁股。拜拜，谢谢新天你们送的猫铃铛，谢谢，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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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歌听美，怕听吗？然后还有就是防止包包看起来很乱，是把一些东西丢里面，如卫生纸、湿纸巾、牙线、钥匙、口红跟粉饼，对，然后就在丢进去。结束这回合。这价格是小贵，这是超贵，好不好？可是我觉得平常。药妆店、彩妆店里面有些也好好贵，好乖，准备齐全，我口罩都放在柜子上，这包有点大，拜托逛街不是在于包大不大，好不好？是在于我出门背它开不开心，好不好看？不用贴的我，我像我今天我会贴贴这只。有没有？有差还是有差？有贴还是有差？no， 不用，我不太会用，感觉很难用。这边要贴，张长一样，然后贴上去，这边就是。我平常都有贴，今天没贴，今天就是一个完全超速的状态。今天小帅哥哦，对啊，跟你不一样，没有啦。我当时行吗？我当。买的东西越多，对啊，你也不知道你可能哪一天出门，然后突然遇到朋友给你送你东西，超成功！谢谢 Andy D 送的掌声鼓励。你等一下被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沟通对不起。
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这样贴一下，眼睛看起来很大，看起来像割过，有没有？要一样，我拿那个笔涂黑就好了。我之前就叫笔，因为没有，其实我最近都背这个黑的，这个，是雨晴给我之后就背那个了。我之前跟雨晴陪我去买这个，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你背的包包？我说有啊，所以我很少背了，因为它蛮小的。很可爱耶，对不对？有没有可爱吧？我那时候就是同一个时间看上刚刚那个包跟现在这一个，还不错吧？它要出大的，可是我觉得小的很可爱，至少装得下。哎，你小看它，它已经装得下。我的背后背包，我的后背包竟然被姐姐借走了，它在我搬那个。半梦半醒的时候就说借我点爱迪达包包哦，好哦，我客户的牌子，然后之前遇到亲戚送的这么多，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可是我很常背同一个，然后就是之前跟雨晴，是那个易云出去逛，然后看到觉得很可爱，可是我买来之后就很少背，上一次 mini con 的别上去的，就是上次 mini con 的背的，还有一个后背，对啊，被姐姐背的。它很可爱耶，它真的很可爱，它的颜色很可爱，可是很少背，对，真太多了。可是斜背包就有个缺点是，衣服很容易跑上来，有点这样，或者是就是我这样背，然后这里的衣服会被压，然后这里就变很松，所以这里就是很长松松的。这个很可爱，就是之前去某偷到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找一个素素的这种包包就好，然后我还有一个小花花的给我姐姐了，人家高中生好看吧，可是这个也很好看啊，够遮腰，这个就是很有个性，很特别，就是你平常走在路上不会有，哦，我还有一个黑色的在外面是普马的，对，我可以拿来给你们看。上次介绍鞋，今天介绍包子。我还有这个万用，小包，这个跟刚刚这个是比起来啊，我会比较常背这个，因为它比较大，所以我比较常背它，很可，它也很可爱。而且它跟我那件红色条纹的，那个红色条纹长袖，黄长袖那一件很搭，因为它也是黑红，不是蓝红，然后它也是蓝红，感觉很容易。那灰色那个，有点很大的那个嘛，我那时候是看上它很大，然后看起来有点颓废，所以我就买。Hello 黄鱼 ，Hello 师爷 ，Hello 马里亚，这个可爱。还有一个
姐姐背出去了，她吓想我那个包吓想很久，她终于找到时间了。可是那个拉链拉久了，白色的拉链变黄黄的。可是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包，只是最近都没有背它。我以前最常背那个阿迪达包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不管到哪都背着它，应该不会有印象。对啊，还没回家。对啊，还没回家。说好十点关呢，怎么现在已经十一分了？现在哈喽，小姐姐还没回家，直接感觉有点。礼拜三吧，礼拜三。哎，上次直播是礼拜三吧？对，应该是吧。下次应该是会来吧？会出现吗？我不确定。记得我哦，有啦，我有介绍过之前那个阿迪达的包包，我有介绍过，那时候是包包开箱嘛，你们一定看过啦，一定，你们应该有印象。它真的很大，它什么东西都装得下，我可以放一件裤子，再放一只伞，然后再放行动电源、钱包，而且反正我记得它可以放很多东西。因为我跟姐姐的风格差很多，所以她不会有我这种包包，而且我包包都偏黑色的，我连我就是外套的部分看过去都是深色。今天是不是业配？没有，我没有在这里买包啊，我没有啊，什么我有说过吗？我看。有跟你任何叫你买吗？没有吧，我这里就是把我外套挂上去，然后就看着我的那个挂衣服的地方，就说是可以再黑一点了。姐姐如果文青应该喜欢淡雅姐，她有一个可爱的小后背包，是米老鼠之前去迪士尼买的，很可爱，可是就是不适合我这样。听着听着，同学们，欸，我的外套真的都是偏深色，超好笑，也不知道再升级一点。有啦，我有一件亮的，之前也是姐姐给我的。Hello 小易，你各位可以情侣款哦。我没有这样说，而且也要你找得到，好不好？我的包好像真的找不太到，欸，怎么办？就是不太常看到的款啦，我觉得。不要欸，需要啰啰叶配的。你是偏后背还是斜背？Hello 陈恩阿姨，那么现在才来。一堆人撞包，他们都忘记带包包惨了，这是谁的？我的。下架了。啊，我真的很怕那个888那个包包，在我有钱的时候下架。找不到类似的情侣款，你去找那种随便啊，这个啊，我刚刚那个黑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包包。很简单而已。需要业配，多买指定露露好不好？下次要多注意一下，香菇知道没？后背装束好用，后背大的吗？大的后背包我就不常，我没有，对，我喜欢，我没有很喜欢那种很小的，我喜欢大一点，就是适中。订阅露露直播，分享露露，教大家怎么买包包，就是看到喜欢就买啊，不然嘞，有钱就买啊，不然的。大包包我真的就不知道了。大包包我
后背大包，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后背大包。抱歉，后背大包。哎，十五分了，大家该撒油灯了喽。请大家多多分享我的夜市到市集，看到很多好看的风尚，很多包包可以买，对呀、啊。包包什么叔叔？叔叔应该有很多大包包，可以问他。乐乐，我疯掉！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谢谢叔叔，谢谢月华，谢谢。谢谢你，谢谢，也谢谢你们，谢谢。大拜拜，大晚安，拜拜，我要去上。